大家好，我是坠影，现在继续我们的拳皇九八 C 零级版，对说一遍是玩七加射，二 P 也是哦，这一次要拼七加射了，非常的有看点，一 P 现在直接连起来，哦，打的板边，一个炮拳直接追加一下，缠脚缠起，再抓一锤，一个十连过去，对手已经掉血大半啊，现在继续连上，哦，又一个炮拳过去了，这样直接终结了他的生命啊，这个有点太刺激，来看第二场。第二场看死亡之眼的这个克里斯啊，能不能拿下这个气甲射？好，这个治愈术的气甲射号称一线气甲射。好，你看现在直接又再次连起，现在气也非常的足，但是断连了，有点可惜。该克里斯表演了，克里斯连招接起来，必杀技，炸到板边，现在可以下踩，直接踩到，后代逮起来，连招再接，哎呀，他也断了，这个失误有点太多了吧？现在气甲射表演，一个炮拳接过去，缠脚缠起来，切换模式，直接上了一个暗黑巨擒落，这个打法实在太疯狂，空中追加，缠脚再缠一个爆摔，一套带走，这个切换模式的打法感觉很炫哦。双方进入到第三场比拼，第三场看二 P 的雷之下二米，好，其他进攻，连招再次接接，闪电踢过去了，直接打倒了。哎，跳过去一个夹，直接夹到这个夏尔米双腿之间是有毒的，炮拳没打中，再次给夏尔米机会，哎呀，必杀技直接冲了过去，在空中一个闪电腿，结果了气甲射，双方进入到第四场比拼，第四场看 AP 的雅典娜啊，雅典娜也是连招非常强劲的人物，速度反应非常快，而圣龙直接连起，只要手速够啊，这个气甲，这个雅典娜肯定不会让你失望，就看你的感觉如何了。哎，反方向的疯跑，继续进攻，一个波过去，下的雅典娜是疯狂猛烈的进攻啊。好，雅典娜再上波，继续跑跑跑跑过去，再连，轻手风位，好，继续进攻。夏尔米再次必杀技顶了过去，空中甩一下，空中追加，必杀技雷光拳，暗黑雷光拳接上。哎，一个爆摔，夏尔米这个雅典娜是不行了，这次只怪夏尔米爆发力太强啊，掉血量太高，他这个必杀技。哦，看琢磨能否征服他，疾风飞腿，闪电腿再次中了，必杀技顶起来。哎呀，这个琢磨直接抢反了，太搞笑。疾风飞腿再次打到空中追加，夏尔米抢反，但是又被摔倒，落地追加。这一次夏尔米危险，必杀技接上。哎呀，直接拿下，炸一下！大家喜欢请点一下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